参加 parade 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 ，wonderful， 大家都认得我们。那这个这场中国人的 parade 有什么亮点吗？我觉得很热闹啊，这个沿途的观众也很热情，而且让别人这个主流社会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跟我们的习俗，非常难得。像这些开车的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啦，他们都是自愿来参加的，非常有意思。而且表示我们这个18台的节目非常受欢迎，沿路大家都认得我们，都给我们拍手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